Hello，大家好，我也来自公开大学的修龙。今天呢，我想用我的二胡，中国民间的传统乐器来演奏一首《千年前世》。希望能给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小伙伴们带一点快乐。OK，那我开始了。我依旧装着不切实际的梦，也把不可能撕开了一道缝。井底之蛙或生于一条幽深，要我们都要用力的向外蹦。在眼中倒映的景象不是枯井，而是那广阔的天空。现在就抛开一切烦恼和束缚，跟我一起大闹天空。要相信你不会输，要大步的向前走，做自己的英雄。公开大学，人才山贼宅，高飞红未来，大家一起加油啊！